鬼月风探险，民雄鬼屋消暑气。西洋人怕鬼，中国人也怕鬼，但是中元节不要怕鬼，要爱鬼呀、啊！这里就是有名的民雄鬼屋，正式名称叫刘家古厝。屋主因为地处偏僻搬离之后，就一直荒废，也产生了许多恐怖传说。每到鬼月，总会吸引大批游客来这里探险。人少一点啊，比较天气比较暗一点的话，那气温可能就……哎，有没有想过来晚上再探险看看？不会，不会了，这简直不会。听说有游客回去后遇到不好的事情，所以道士常常来做法。看个像古迹的心态来看，其实就可以了，不用大惊小怪这样子。动新闻，别 TK 比较好报道。